恭喜真暖天的狮子杯前到鞠躬，婚到鞠躬，老师好，点团师好，大家请坐下，请坐下。第一，欢迎家属，欢迎这里的天，欢迎其他最伟大的母亲，大家好。很开始好。先好，先不熟的，咱就要。是咱上界感恩、上天大好、上界直接的所在，所以大家都明，咱上怀念的是母亲，是父母。若无上天，自我也分；若无母亲，生育人、教育人，咱袂当。这个世间存在，所以今仔日是咱大家上界欢迎、上界感恩的日子。当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咱大人、幼人，咱要修行学道，改脾气、去毛病，也是咱报答上天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有这个机会，首先讲的一定是上欢喜、上快乐、上解感恩的心情来庆祝母亲节。所以咱另外对台北赶来参加这个晚会，也是最欢喜的心来祝福大家伟大的母亲。一切拢会当平安、快乐，爱当大化更加更加正向的姊妹，好达天主的，也祝各位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啊，身体健康以外，对咱大化更加更加正向的姊妹来参与了修门会这一行列，感谢各位支持。